宾、各位媒体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陈意涵 Ariel， 非常欢迎各位莅临由经济部国际贸易署以及高雄市政府共同主办的2024年台湾国际游艇展开幕典礼暨交流餐会。Distinguished guests,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the opening ceremony and reception party of Taiwan International Boat Show 2024.回归了六年，台湾国际游艇展今年强势回归，打破了以往展区呢在我们的展览馆当中的这个框架。今年呢，我们在高雄港沿岸安排了陆域以及水域的展区，分别在陆域的展区展出了游艇周边服务、水上娱乐产业相关的产品还有服务，而在我们的水域展区呢，更是展示了超过了77艘的游艇，就是希望我们今年可以提供参观者不一样的游艇展体验。那么今天呢，我们非常非常荣幸有许多的贵宾莅临现场共享盛举，现在呢为各位一同来介绍，也请稍后唱到名的贵宾起身跟来宾挥手致意。首先呢，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总统府沈荣津资政。 Please welcome 荣津 Shen, Senior Advisor to the President, Office of the President of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好，接着呢，我们继续用热烈掌声欢迎高雄市政府陈其迈市长。 Please welcome Mr. 其迈 Chen, Mayor of 高雄 City Government. Welcome, 欢迎市长。接着我们欢迎经济部国际贸易署胡启娟副署长 Ms. Susan Hu, Deputy Director General of International Trade Administration of Ministry of Economic Affairs. 接着欢迎中华民国对外贸易发展协会黄志芳董事长 Mr. James Huang, Chairman of Taiwan External Trade Development Council, TITRA. 接着欢迎台湾游艇工业同业工会陈朝南理事长 Mr. Jack Chen, Chairman of Taiwan Yacht Industry Association.好，接着我们继续欢迎中华民国游艇服务商业同业工会全国联合会侯佑林理事长 Mr. Yeo Ling Ho, Chairman of Yacht Service Business Associations of Taiwan。 接着要欢迎的是台湾区造船工业同业工会的韩碧祥理事长，我们欢迎韩理事长，欢迎。接着要欢迎的是高雄市游艇服务商业同业工会的潘泰安理事长，我们欢迎潘理事长。好，接下来呢，还要欢迎我们台湾港务服务有限公司的高雄港务分公司张展荣，我们的副总经理张副总，欢迎。好，接着呢，继续欢迎的是海洋委员会的刘国烈主任秘书 Mr. 郭烈刘 Chief Secretary of Ocean Affairs Council, welcome。接着继续欢迎交通部航港局饶志平主任秘书 Mr. 志平 Rao, Chief Secretary of Maritime Port Bureau of Ministry of Transportation and Communication。 好，接着呢还要欢迎赖瑞龙立法委员，我们非常感谢赖委员的莅临。好，接着呢还要非常欢迎我们林泰化立法委员的服务团队也莅临现场了，请跟我们挥挥手，欢迎，非常感谢服务团队的莅临。那么紧接着呢，我们还要继续欢迎的是高雄市议会我们张博洋议员服务团队，也跟我们挥挥手，欢迎。好，继续为各位介绍的是高雄市议会曾丽燕议员服务团队，欢迎。接着是高雄市议会李顺进议员服务团队，欢迎。好，继续欢迎的是我们高雄市议会陈慧文议员的服务团队，非常感谢各位的莅临。好，紧接着介绍高雄市议会陈丽娜议员服务团队，我们非常感谢团队今天的莅临。那么这里呢，我们还同时要非常非常感谢国内外的游艇相关产业贵宾们今天的共襄盛举，非常感谢你们的支持还有鼓励。 We'd like to thank our VIPs from our yachts industry both home and abroad for being here tonight with us. Thank you so much. 我们是不是用热烈掌声也谢谢他们今天的莅临。 Thank you all for being here。好的，各位贵宾，那么在今天典礼的一开始，首先我们就要邀请展览的主办单位经济部国际贸易署胡启娟副署长为我们致辞，让我们掌声欢迎胡副署长，欢迎，有请副署长。总统府沈资政，高雄市政府陈市长，海洋委员会刘主任秘书，外贸协会黄董事长，台湾游艇工业同业工会陈理事长，中华民国游艇服务商业同业工会全国联合会侯理事长，台湾港务股份有限公司张副董经理，
各位业界先见，各位贵宾及媒体朋友们，大家晚安，大家好。好。首先，非常感谢所有参展商、业界领袖以及远道而来的嘉宾。我谨代表主办单位经济部国际贸易署，欢迎各位莅临今天的2024年台湾国际游艇展开幕典礼。这一届是首次以全户外的形式来办理，希望让所有参观者及参展的厂商都有一个崭新的体验。在暌违6年以后，国际贸易署与高雄市政府再度携手合作，台湾国际游艇展终于在疫后回归，各位久等了。这次展览由国内知名的中大型豪华游艇以及世界各国多个游艇品牌共同展出，总共70多艘游艇矗立在高雄港沿岸游艇码头，场面豪华又壮观，想必会是最吸睛的一场亚洲盛事。台湾游艇的技术不仅领先，更赢得国际买家高度的赞誉。大型游艇订单，台湾排名全球第4名，亚洲第1名，充分证明了我们的实力。在高雄这个首屈一指的产业聚落重镇，所生产的高附加价值客制化豪华游艇，充分展现台湾作为游艇王国的国际影响力。台湾拥有高度发展的精密制造业、航太科技与电子产业，产业跨界合作将持续为游艇的设计与制造提供重要的支持。高雄展览馆自2014年落成以来，陆续办理了多项国际专业的展览。国际贸易署为了推动我会展产业行销南台湾优势产业，借由展览的平台吸引海外买主来台交流，附带的也为高雄饭店、餐饮、观光等周边产业带进庞大经济效益。在协助高雄会展产业发展上，除了前面所说的展馆建设、产业链接外，国际行销推广更是不可或缺。国际贸易署与高雄市政府向来是行销城市会展的最佳伙伴，不仅携手成功协助争取及举办多项国际会议，也透过国际会展媒体及展览平台展现高雄会展的魅力与特色。另一方面，我们也持续辅导业者参加国际知名的展览，进行海外拓销，将优质产品推广到国际。经济部近期积极推动境外关内、境内关外的策略，主动将行政资源延伸到海外台商聚落，同时也以亚洲邻近的几个国家为同一个生活圈，吸引高端人士来台消费，以扩大台湾的内需。最后，我们预祝今天的展览圆满成功，祝福在座的贵宾身体健康、生意兴隆、万事如意。谢谢，谢谢。我们非常感谢胡副处长的致辞，我们请副处长先行回座，谢谢。那么这里呢，还要来为各位补充介绍几位莅临现场的贵宾。首先呢，我们掌声欢迎高雄市议会的张伯洋议员，欢迎。那么也欢迎黄杰立法委员的服务团队，我们感谢服务团队的莅临。Deputy Director General Hu would like to welcome all of you to the 4th edition of Taiwan International Boat Show. And to return after 6 years, the show would like to give all of the visitors a whole new experience by featuring for the first time both the land area and also the marina area that showcases more than 70 boats and also yachts. And we also see some of the boats from some of the biggest yacht producing builders from Taiwan, such as Horizon, and also brands from 15 countries are all here, showing once again Taiwan's important role as the kingdom of the yacht. And Taiwan is one of definitely the largest yacht producing countries globally in the world, and its market share is growing every year. And the International Trade Administration is very happy to working very closely with the Kaohsiung City government once again, not only to hold the show, but also to promote the MICE industry and let the world see Taiwan and see what Taiwan has to offer. And lastly, Director General
Who would like to wish you all the success and thank you very much. 谢谢，我们再次感谢胡副署长的致辞。那么紧接着呢，我们就要邀请到这次的执行单位——卫贸协会黄志邦董事长为我们说几句话。我们掌声欢迎黄董事长。Welcome。有请。我们高雄市的大家长陈其迈市长、总统府沈荣津执政、经济部国贸署副副署长、立法院赖瑞龙委员，还有我们台湾造船工业同业工会陈理事长、中华民国造船商业同业工会侯理事长，在场的各位贵宾、各位业界先进、各位媒体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好。我要代表这次游艇展的执行单位中华民国对外贸易发展协会，欢迎各位贵宾莅临今年的高雄国际游艇展。那游艇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产业，它代表的呢就是一个极致的工艺、科技、时尚，还有崇尚自然的一种生活美学。那游艇产业也被称作是漂浮在黄金水道上闪亮的明星。全世界每年的游艇产业产值非常非常的庞大。那我们台湾在我们游艇产业业者的同心合力之下呢，我们竟然是全世界第四大游艇的生产国，仅次于意大利、荷兰、土耳其。所以我们的游艇产业真的是另外一个台湾产业的奇迹。像我们的业者东哥是世界第三大的游艇造船厂，我们的嘉宏也是全世界前十大的造船厂。这些呢都是我们游艇产业的业者大家一起努力打拼出来，真的就是一个台湾产业的奇迹。所以今天我们非常高兴，刚才胡副署长已经特别强调过，这次我们的开幕典礼选择用户外的方式，而且呢是在四个码头区同步展出，不但是我们台湾优秀的造船业者的产品，而且呢我们也邀请了很多国外的这些知名的游艇制造者呢来共襄盛举。所以这是一次不折不扣的国际游艇展，而且呢我们台湾不但是亚洲最大的游艇生产国，我相信高雄国际游艇展也是亚洲最重要的一个游艇展。那这次我们有77艘的游艇参展，我们台湾知名的品牌像东哥、嘉宏、嘉信、龙洋、巨星、奎龙等，这些都是我们核心的参展商。那他们展出的豪华的游艇，在有很多在码头上都开放给我们的贵宾去参观，所以大家呢一定不要错过这次的机会。那另外呢，我们还有哥伦游艇以及科建旅船，我们这国内两家后起之秀的新兴业者，他们制造了这个小型船艇，展示了秀气性质之外，还有更特别的是有三艘无人艇。那这无人艇呢代表我们国家这个造船在无人驾驶技术的实力的创新，是这次游艇展大家也不可以错过的一个重点。那我们也邀请到了来自英国、意大利、法国、荷兰等11国的国际品牌的游艇业者，大家一起来参展。而且特别一提的是，世界前三大的游艇品牌都在这次的参展行列。那当然我们也安排了很多除了游艇的这个现场的参观导览之外，我们在整个展区也有很多很多的非常精彩的周边活动。我们也有这个 Sunset Party 游艇的试乘，那我们安排国外的买主到我们的游艇业者一一的去访场等等。所以我相信今年的高雄国际游艇展绝对是我们台湾游艇产业迈向国际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所以在这里呢，我要感谢
这次所有主办、协办，还有我们所有的游艇参展的业者。那我相信，在我们在继续努力之下呢，这次在暌违六年之后，我们高雄国际游艇展重新回归盛大展出，我们要向国际展示我们台湾游艇业在国际上这种坚强华丽的实力。那谢谢大家的支持跟努力，我要祝我们的所有的业者一帆风顺，收获满满，祝所有的贵宾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谢谢大家。谢谢，我们掌声感谢黄董事长的祝福。致辞听完之后，真的是非常非常期待今年的展会了。Yes, Chairman Huang would like to say that Taiwan is the fourth largest yacht producing country in the world, only next to Italy, the Netherlands, and also Turkey. So its international boat show definitely is very highly anticipated. And for this long-awaited international boat show, we want to do it differently and also very innovatively. That's why we brought the boats outside to the marinas, showing the visitors a great variety of boats from luxury super yachts, small and medium-sized boats, to autonomous boats developed here in Taiwan. And we're also very happy to be joined by exhibitors from 11 countries and top three yacht brands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So Chairman Huang would like to thank all the associations, all our partners who are working very closely with Taitron to make this show possible, making the show one of the best exchange and networking platforms for the global yacht community. Thank you very much to James Huang.谢谢，我们再次感谢董事长的致辞。那么这里呢，有两位高雄市议会的议员也莅临现场了。首先，让我们掌声欢迎郑安丽议员，欢迎议员的莅临，谢谢。那么接着呢，还要欢迎的是白乔英议员也莅临现场了，欢迎，非常欢迎议员。好的，那么紧接着呢，我们要继续邀请的是非常非常大力支持我们本次展会活动的台湾游艇工业同业工会陈朝南理事长为我们说几句话，我们欢迎理事长，欢迎，有请。我们台北、高雄陈市长，还有沈志正，还有我们黄董事长，还有我们这个何理事长，还有我们这个国贸署的沈副署长，还有韩理事长，还有我们刘竹密，还有我们这个赖立伟，还有在座的各位这个同业啊，还有各位长官、各位女士、各位先生，大家晚上大家好。好。刚刚啊，大家都提到说，这个台湾是世界第四，亚洲是第一，这个来的不易。但是我今天要特别要感谢，来者不易，是有在座的各位大力的支持，尤其这次能够这个办理这个成功啊，我想这个高雄市，尤其我们郭秘书长不在这里哦，他非常积极哦，而且这个外贸协会哦。还有这个国贸署的鼎力的支持，还有赖委员，在制造方面呢、我也这么成功，这个真的高雄市是特别支持，尤其我们每次这个出船的时候呢，这个我们的船大家都知道超高超长超宽，所以这个马路要经过的话可能亚妈坐可能亚妈坐那刚刚有媒体问我说，你们未来的趋势是怎么样？我说台湾还是会领先，因为他说你看过去的三年，我说过去三年2023包括24都有成长，都有成长，所以我在这里这个要特别再感谢各位因为我们的成功是由你们给我们的鼎力的支持那我相信这个高雄啊，现在可以说是一个制造中心但是我在这几，我接的理事长是我第五任了但今天稍微去坐的船，稍微看一下，哇，这个海上的游艇啊，增加了很多。我想很快也会成为我们台湾的休闲中心，对不对？我最重要是要跟各位讲，台湾的好，我们能够外销是占95%以上。那所以希望各位在座的各位想要买游艇，
当然有很多来自其他的国家，大家可以做一个比较，哦，选择你们认为最好的。那台湾哦，永远会来一直走下去，哦，把台湾的这个知名度呢，一直把它打起来，哦，啊，最后祝各位这个哦，这个啊，一切顺利，哦，成功，谢谢各位。谢谢，我们感谢陈理事长的致辞，还有大力的支持。那么，我们请理事长先行回座，谢谢。Yes, Chairman Chen said that it really has taken a lot of efforts and a lot of time to come to where we are today as the fourth largest yacht producing country in the world and also the largest in Asia. And for that, he would like to thank the many, many different kinds of associations and then especially the Kaohsiung city government for its great support. Thank you very much. And as for the international trend, he thinks and also expects that Taiwan to continue to stay in the front of the race because he has seen exponential growth not only in 2023, but also in 2024 and see that, and he expects this trend to continue to go higher in the future. And to thank you so much once again. And Kaohsiung, not only as the yacht manufacturing center here in Taiwan, we also want to turn Kaohsiung into a recreational center for yachting here in Taiwan. And we are selling almost 95% of our yachts to different countries in the world, and Taiwan will continue to make, to promise to make some of the best and also some of the most premium yachts to different places of the world. Thank you very much to Chairman Chen. 谢谢，感谢理事长的致辞。那么这里呢，我们还要来邀请一位同样非常大力支持我们的赖瑞龙立法委员来为我们说几句话。我们掌声欢迎赖委员，有请。谢谢哦，陈其迈市长哈，还有我们沈志正啊哈。还有我们胡副署长，谢谢你了，中央的经费的大力支持，还有我们黄董事长，谢谢，辛苦了。另外侯理事长了，包括我们的陈理事长，还有韩总裁了，还有我们刘祖密，还有我们张副总了，还有包括李董了，现场非常多的好朋友，还有几位议员了，还有说关心我们游艇、关心海洋的好朋友们，大家晚安，大家好。好，今天很高兴了，早上在立法院开会，那刚刚赶回来了，那一定要来参加这一场的活动，特别是看到很多老朋友，其实很高兴了。10年前我在海洋局长这个职务执行举办第一届的台湾游艇展，这次是第四届，那当时我们就立下一个目标了，希望两年半一次，2014、2016、2018，结果遇到了疫情之后拖延了6年，所以到了今年第四届举办，所以我想一定要回来了，再怎么忙也一定要赶回来，因为就像回自己的家一样，也特别谢谢大家了，也这个区也是我的选区了，所以也谢谢大家，欢迎大家回到高雄，回到前镇。那我想记得10年前的时候大家很努力，因为以前就当讲到我们是个游艇的制造王国，我们在全世界第四，亚洲第一，可是我们自己反而没有举办游艇展，都是到国外参展，反而没有机会来到最强的制造王国来看。所以当年我们举办第一届，我们放在这个高雄展览馆里面，那时候刚完成，也谢谢国贸署的帮忙了，这个在里面来展出，甚至还有这个陆上行舟了，我们那时候把所有的游艇送到里面去，把那个门打开来进去。那当年大家一起努力，一起行销，大家出借了很多很好的船放在里面展出，这个有可能会受损的，但是大家很勇于展出，那当年创下了很好的成绩，第一届要门票的，今年还是免门票，当年要门票一张380块，我们卖了7万张，让人家进到了全世界，看到了好的游艇，这是有价的，这不是无价。那他们看了开不开心？很开心，因为你难得有机会进到游艇里面，看到了一艘数亿、数十亿的一个游艇，你只要花380块就可以来看，所以也带动了整个风潮，所以当年我记得3天就完成了10亿的一个成交的金额，到后来后续我记得好像总数到了40几亿的成交金额，所以大家非常的开心，看见了不止我们是一个制造王国，同时间我们有更强的行销能力。那这几年我们也全力在推展，希望
除了我们是制造王国，我们成为是一个休闲的王国，就像刚刚陈理事长讲的，所以我们努力在做。所以从陈局市长到陈金麦市长到整个港务公司到中央，大家全力的努力来做，所以码头区现在做的非常的多，包括大家看到的三号船渠，甚至连五号船渠我们也准备来做了，中央地方的合作。所以我相信未来高雄港会是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港湾城市，充满了游艇，充满了帆船的一个港湾城市。那我们也做了很多法令上的努力，我九年前这个办完这一场活动之后，在大家帮忙下，我也进到了立法院了。那我以全台湾就这么一个海洋立委，就是一个当过海洋局长的立委，所以我进去就以海洋为职责了。那我进去里面完成了海洋基本法，同时间我们也完成了这个海洋产业发展条例。海洋产业发展条例把游艇明定到了为奖励的一个事项，必须要全力的来推动这个事项，所以中央取得了地方取得一个强而有力的推动的工具。同时间我们也鼓励更多的业者进入到了港湾区来做更多的合作，所以我们看到现在非常蓬勃的发展。但是我们也没有忘记，我们一样继续督促了，所以包括我们也把海委会拉到了高雄来。中央现在真正的部会海委会就是在我们的高雄，在海洋城市，在我们的海洋首都。那除了这个之外，我们也全力的支持中央基金会继续来举办。所以从去年到今年跟市府一起努力，然后我们一直跟国贸署沟通，继续要支持这样的第四届的游艇展。所以谢谢国贸署支持了800万的一个预算来举办。好，那当然今年完成之后，我们预定2年后继续要再来举办。我们希望持续的办下去，把这样能量累积，它才能达到更好的效果。我们期盼有一天，台湾高雄不只是一个游艇的大国，制造大国，我们也是一个游艇的休憩的大国。我想也希望全世界国人更爱亲近海洋，去享受海洋，同时间世界的好朋友们也来到高雄来参与我们的海洋的活动。我想这是我们未来的一个梦想。那再次感谢大家一路以来对我们的支持，那瑞龙会继续努力的，在这一条路上跟大家并肩作战。我相信海洋城市，海洋台湾一定会越来越好。最后祝福展出圆满成功，大家都身体健康，阖家平安，事业顺利成功。谢谢各位，谢谢。谢谢，我们感谢赖委员的致辞，也感谢委员今天亲临现场。10 years ago, when Legislator Lai was here as the head of the Marine Affairs Bureau of Kaohsiung City Government, it was also the time that the very first international boat show was held here in Kaohsiung at the Kaohsiung Exhibition Center. And all the boats were on display within the exhibition center, and all the tickets were sold out. A lot of people would like to come in and to see the boats and also yachts here produced here in Kaohsiung in Taiwan. And it has been his wish to make this industry stronger and better. So that's why they would like to hold the show every 2 years, even though in between, due to COVID, it was suspended for 6 years, but he's very happy that we are back once again. And also just like Chairman Chen just said, we want to make our show not only as a center for yacht producing, but also for recreational and also leisure yachting. So that's why we are working very closely with the International Trade Administration and also with Taitra, with all the industry association. And also for him, at the legislative bien, what he has been doing is to work on the regulations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marine industry, to provide subsidies, to bring in more people into this great yacht community. And once again, here in Kaohsiung, we'd like to welcome all the friends, all or new, to this very, very beautiful harbor city. Thank you.谢谢，我们再次感谢委员的致辞。那么这里呢，我们今天还非常的荣幸邀请到了主办单位高雄市政府陈其迈市长莅临现场，我们是不是用热烈掌声欢迎市长为我们致辞？欢迎，有请陈市长。敬爱的沈荣津之政，我们外贸协会的黄志邦理事长，以及国副署长陈朝南理事长，以及这个侯佑林理事长啊，还有看到韩理事长、潘理事长，以及戴瑞龙委员以及白乔英议员张伯阳议员，还有郑安丽议员各公职服务处的代表，还有各位国外的买家各位贵宾各位好朋友。
大家晚安，大家好。好。真的非常的高兴啊！首先要代表高雄市啊，竭诚欢迎啊所有来自国内外的朋友啊，能够来到热情的海洋首都高雄。啊，高雄市跟其他的五都最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们有一个非常漂亮的港湾啊。那过去啊，高雄是一个小渔村，那台湾几乎所有的农产品都是由我们高雄港来外销。那随着工业化的进展，包括我们当时整个高雄港曾经是全球第三大的这个货柜转运港，那到今天，那高雄港它不止在整个旧港区的翻新，那在我们跟港务公司的合作，这里也成为台湾非常重要的在智慧城市解决方案的一个输出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据点。那以前卖香蕉，那现在卖软体啊，那也伴随着高雄的城市的转型。现在高雄也台积电的投资高雄，这里也是全球最先进的半导体制程的所在地。也即将在未来扩增到5个2纳米的先进制程的这个工厂，就坐落在高雄。在这里我要非常感谢我们沈荣津资政，假如当时没有他大力的支持，我想在原来的中油厂区现在可能还是荒废在那里。那也面对的这个城市的不同的转型跟挑战，那高雄市长就没有那么好当，因为我们以港为家，靠港口吃饭，所以市长一定要了解海洋。那所以我有2张证照，一张当然是潜水执照，我是这个高阶的这个潜水，这个在台湾的政坛，容我不客气的说，无出即有者，这个不管是经验或者是在跟赖委员在推动这个立法的这个工作这个都是我一生的这个志业。那第二个很重要的也是绝无仅有我有帆船的驾照是国际的证照就是在我们这个侯理事长的这个俱乐部学习那第三，当然我还有近邻转型的这个证照14067、14068之一、14097这个省副院长这个要努力一点了虽然年纪比我大一点但是还是要这个持续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其实这个是我们必须要做的事情。那台湾，尤其在高雄一年我们的游艇这个产业的产值大概是83亿左右大概80%是在我们高雄所以我想站在高雄市政府的立场这个是我们游艇产业可以说是高雄市政府非常重要的产业之一。那我们一定也会全力配合。包括我们国贸署经济部还有我们的海委会大家共同来支持我们的游艇的产业。那有一次我问这个我们嘉宏的这个同仁我说台积电来高雄投资以后这个游艇你们的生意很好他告诉我说他们这些还不见得买得起我们的游艇那我问他说一艘游艇大概多少钱我说这一艘大概是6亿而已这个但是呢要使用游艇或者是接近海洋不见得要买游艇帆船也很便宜那小的游艇在近海从海上看我们福尔摩沙真的是人间一大享受至少你船远一点做什么事情这个都没有人会干扰因为手机收不到讯号当然以后6G以后就难说了但是手机收不到讯号然后从海上看美丽的
福尔摩沙，哦，真的是作为一个高雄人的幸福，哦，所以也那我也特别跟港务公司协调，哦，我们这里的停泊费，哦，我也交到海洋局，哦，一定要是全台湾最便宜的，哦，不能收太贵，啊，所以欢迎，哦，这个所有的，台湾的，这个玩家也好，或者是爱好海洋的朋友，啊，尽量，啊，可以来我们高雄，我们高雄市政也一定会提供最好的服务，啊，有那么美丽的，这个港湾，啊，那我们也，同步的，加紧脚步，啊，希望说，啊，不管是我们的高流，那还有各项的这个活动，啊，这已经是成为我们高雄市民，啊，这个休闲啊，最重要的场域。那以今年来说，啊，今年的跨年，啊，我们虽然在梦时代有烟火，但是我们在我们的亚湾区，啊，真爱码头有鱿鱼游戏二，啊，的，啊，这个全球，啊，主要城市的，啊，共同的，啊，这个活动，啊，所以也希望说，啊，大家可以利用这个时间，啊，除了来高雄进行，啊，这个旅游之外，那当然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说，可以在这里选到，哦，挑选到全球最好的游艇，哦，这个也祝福所有参展的厂商，顺利，成功，也祝福所有的买家都可以找到自己心爱的游艇。谢谢大家，谢谢。谢谢，我们感谢市长今天的致辞，我们也先请市长回座休息，非常感谢。The Mayor Chen said that what makes Kaohsiung different is that it has a very beautiful harbor here. And once Kaohsiung port was the third busiest port in the world. And over the years, a lot of makeover and also transformation have been undergoing. And now Kaohsiung not only has the port industry here, but also has the smart industry here. And also you can see the TSMC is coming to Kaohsiung and ready to set 5 2-nanometer fabs here in Kaohsiung. So we are very happy to see all these kind of different developments here in Kaohsiung. And as the mayor of a harbor city, I have to say, it's not an easy job. So that's also why I have a couple of certificates and also licenses. In diving, I'm very proud to say I probably am the best diver in Taiwan's political circle. And I also have the license in yachting and also net zeros, you name it. So just to say that you really have to work very hard to understand this surrounding, to understand the ocean, to understand the environment. And Kaohsiung accounts for 80% of Taiwan's yacht producing output. So it's a very important industry here in Taiwan. And what my government will continue to do is to broaden the growth of the industry. Of course, in addition to the yacht producing industry, we also are very happy to see all kinds of different facilities and also infrastructures here near this very beautiful harbor, including the music center here. So this year we are celebrating the new year and with the premiere and all kinds of events related to the very hard Squid Game. So you're more than welcome to have fun here in Kaohsiung, not only to purchase some of the best yachts in the world, but to enjoy your stay here in Kaohsiung. We'll work even harder to make your trip here worth it. Thank you very much. 谢谢，我们再次感谢市长的致辞。好的，各位贵宾，我们接下来到今晚的重头戏了。接下来我们要邀请几位贵宾来到舞台上，一同举杯为2024年台湾国际游艇展揭开序幕。And now I'd like to invite the following guests to the stage for the opening ceremony. 首先，让我们掌声有请总统府沈荣津资政来到舞台上，有请，欢迎资政。好，接着呢，我们也再一次的邀请高雄市政府陈其迈市长再次来到舞台上，有请市长。好，接着我们欢迎经济部国际贸易署吴启娟副署长，有请副署长。接着邀请中华民国对外贸易发展协会黄志芳董事长，台湾游艇工业同业工会陈朝南理事长，有请理事长。接着我们欢迎中华民国游艇服务商业同业工会全国联合会侯佑宁理事长，台湾区造船工业同业工会韩碧祥理事长，
台湾游艇工业同业工会吕嘉阳荣誉理事长，我们有请荣誉理事长。接着呢，我们欢迎赖瑞龙立法委员。好，我们欢迎以上贵宾。那么接着呢，我们就有请工作人员为各位递上酒杯。好，那么现场各位媒体朋友们，各位摄影人员，请准备好你们的镜头了。稍后在我们全场倒数三秒之后呢，就要邀请台上的贵宾一同举杯了。After a countdown from three, please raise your glass. 准备好了吗 ？Are you ready? 我们一起倒数 3, 2, 1, cheers! 游艇盛会齐聚台湾，2024年台湾国际游艇展正式开幕。哇，我们请贵宾看向前方的镜头，让我们的媒体朋友们可以捕捉精彩时刻。请看向前方微笑，一、二、三。好，我们这边先为各位贵宾将酒杯收回，我们将再次拍摄一张合照，请各位留步。好的，接下来这张合照，我们有请贵宾们稍微往中间集中靠拢，因为我们人数比较多，邀请两旁的贵宾稍微侧身。我们再次看向我们前方的摄影镜头。好，我们先看向前方，一、二、三。好，接着请为我们竖起拇指，为我们今年的国际游艇展比个赞。我们接着把视线放到后方的媒体高台，有我们的大会官方摄影哦。我们请把视线放在后方的媒体高台，一、二、三。好，这边请各位稍作留步，我们紧接着还要邀请高雄市议会的郑安丽议员，以及高雄市议会白乔英议员。还有高雄市议会张博洋议员，好，我们有请三位议员加入合影当中。好，我们首先第一张，请看向前方镜头，一二三。好，我们请竖起拇指比个赞，我们为今年精彩的展会比个赞。好，接着呢，我们把视线放远一点，在后方的媒体高台有我们今年的大会摄影哦，请把我们视线看向远方的摄影高台，一、二、三。好，现场来宾，我们热烈掌声！台上所有的长官贵宾，今年的共襄盛举，各位可以先行回座了。谢谢各位今年的支持，我们也预祝今年的展会圆满、顺利、精彩。谢谢，谢谢各位。